它在盛开的时候，它会绽放出就是很芬芳、令人很陶醉的香气，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有生命力。生命力、青春，然后爱情，然后甚至它还有一种刚柔并蓄的美。柔软，但是它很刚强。那我借由这次的创作，去延续它的生命跟美。我是选了一个女生破蛹新生的感受，针对这个女孩子的视线上面，其实是一种对新生的希冀的眼神，不管是她的肢体啊，或者是她的发丝，还有一些周边的，不管是气泡啊，其实都象征着被包覆在一个巨大的露珠之中。温柔之中有刚强，在刚强之中又呈现温柔，这是女性天生的特质。金属线本身是刚硬的，但是在我操作起来，它会是柔美的。我就把这个刚跟柔融合在一起，最后呢再结合一个光影，这种投影它会产生一种虚实的对比。用玫瑰跟水还有女性的脸庞做贯彻，让花延伸出水，再让水形成水的状态的玫瑰，然后再让这玫瑰形成女性的脸庞，作为一个无限循环的影片，彰显它的源源不绝。女人跟玫瑰，她们其实都收敛了岁月的精华的部分，但她们不因为岁月变得枯萎或是凋零，而是反倒更加的精致跟更美好，层层堆积出她们的那种从容的优雅的美好。它就是一种气质的延续，它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一种特质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